频道，今天嘉宁想要分享我的包裹喽。OK, 我会想到这个主题，也是因为就是很多像类似像说当兵的人啊，或者是出国的人，然后有些人就是收不到他们在那个国家，然后可能在家里收不到的东西，懂我意思吗？就像说，如果好说我在大陆，可能有些美国的东西我大陆甚至买不到，或者甚至买到可是会很贵，所以他们就会做一个东西叫 care package， 所以他们家人在他们的家的时候会弄好一个包裹，然后里面就可能他们最喜欢吃的东西，或者是就是生活上的用品，然后他们就会寄给他们。然后我会做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我阿姨寄了一个包裹给我，然后虽然我经常回西雅图，然后经常看到他们，可是他会特别寄这个包裹，就是因为他最近才回台湾。然后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嘉宁从开始上班就没有回去了，所以应该有两年多了。所以他就是这次回去的时候，不但去台湾，还有停留在韩国一阵子，因为我有也有亲戚在那边，所以他就是买了一些东西，然后就想要给我。可是因为怕我就是可能还有一阵子没有办法回西雅图，所以就说那不然就用寄的给我。So 是非常长的一个 intro， but yeah， anyway， 差不多是我们就开始吧，开始打开吧。我的妈呀！胶带是不用钱的哦。而且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那种拆包裹或是拆礼物，就是那种很文雅，然后就是到包装纸都弄得好好的话，我跟你讲，家里不是这种人，我是那种啪完全撕开来，因为我迫不及待想要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十年之后，终于打开来了。No no， 打开了 ，OK， 好。首先第一个包装就是这个非常大的那个 sandwich bag， 外面有一些装一些零食，就是台湾的零食，他觉得很好吃的。然后有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Toro 是那个芋头 Q 火饼， I don't know what that is。 然后 I'm like I don't know what that is。 然后还有一些花生糖啊，然后我记得他有说有那个凤梨酥之类的， so 里面就是这些非常会让我变非常胖的零食， but 我超爱的， so OK， 我不介意。接下来就是面膜咯，这个面膜是韩国买的，然后它是那个蜗牛，然后也是 Nature Republic， 然后你应该知道嘉玲是非常喜欢 Nature Republic， 因为我觉得它的品牌真的是超级无敌棒的一个，尤其是那个保养品那类的东西。然后就是上次嘉宁从，我真的说嘉宁说很多吗？我上次有一个人在留言就说你为什么一直说嘉宁，你为什么不说我，可能是我真的养了一个坏习惯。 OK 好，我上次去韩国买的那个面膜我都还没用完，所以我很期待用这个，因为它看起来就是从摸的感觉就觉得好像应该是那种 jelly 的那种，所以不是纸的那种面膜， so I'm excited。哦，还有另外一个面膜咯，就是我的心碎的，这是台湾品牌我知道，然后是黑面膜，这个品牌好像是 Ella SH 的那个 Ella 有代言， but I've never tried it， 这我没有用过。然后它就是纳豆然后保湿黑面膜， so yeah， 哦，好期待哦。纳豆，可是纳豆不是很臭吗？是不是啊？我不知道，我没吃过。接下来还有这个，这是 Innisfree 的clay mousse mask， 所以它是那个 clay 泥土的面膜，然后是那个火山的那种 volcanic clay，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但你们应该知道我懂，你们应该懂我的意思，你们应该懂，不懂的话我下面这边写一个翻译的，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中文叫什么东西，但这也是韩国品牌我知道。Oh my god, I'm so excited! 然后它就是帮你那个清你的毛细孔，然后也是算说是那种清毛细孔然后那个去角质的， so I'm excited! 接下来是护身符，我每次就是我阿姨不但去台湾啊或是去加拿大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庙，然后我都会请她帮我求一些护身符，因为不但是我的工作，而且我觉得是我就蛮迷信的啦，所以我都会要求他帮我那个
请一个护身符。接下来还有就是那个五色线，我也叫他就是也是请他帮我去庙里面求，因为我有带五色线的那个习惯，所以他这次去台湾的时候就请他帮我求一个喽。新的耶，现在带好了，就嗯，现在带然后立刻就会好。而且这个好特别哦，这个跟美国有的不一样，因为美国的那个珠珠都没有那么大，而且这个五色线比较不一样，而且就是你都可以感觉到那个材质就一定比较好一点，因为它的线比较厚一点。 So yeah， 新的。接下来是史努比，它是 Skin Food， 也是韩国品牌哦，它是黑糖的那个Honey Mask Wash Off， 所以它应该是去角质的洗面乳，然后我看一下哈，它说 Shake Well， Massage Deep into Skin， Freshly Cleans Face， Avoid Eyes。 OK， so 它就说你先摇一摇，然后再放在脸上，然后留在脸上10到15分钟，然后再洗下来。所以它就是帮你去角质的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东西，因为它就是说现在在韩国已经那个蜗牛那一系列已经是完全是像旧货了，然后他们现在最新的东西就是走黑糖。 So I'm excited to try this， 因为我还蛮期待，因为教练最近那个毛细孔真的有点大。接下来就是这个咯， Hello Kitty 的凤梨酥。OK， 我只能说我不但超爱凤梨酥，我知道它很肥的一个甜点， but it's so good， 而且我很喜欢凤梨，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喜欢凤梨的一个人， so I love it。 然后它又是 Hello Kitty 的，我太期待了， I'm so excited。 我期待等一下吃一个。接下来又是 Hello Kitty 的奶油酥饼。So 他真的是想要我肥死，因为这种东西都是超级肥的，其实真的很好吃哦。我知道他很了解我，所以他知道我一定会吃，然后一定很喜欢。So I'm so excited， 因为他也是 Hello Kitty， 而且你看包装多可爱，它是粉红色，然后上面还有蝴蝶结。Oh my god， 我看一下里面长什么样子。这个我也没吃过，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买这些东西的。我找大片。OK， Oh no， 破掉了，可能寄的时候破掉，里面那个饼是破掉，没关系。它的包装也是 Hello Kitty 的，好可爱哦！好期待。然后我不得不说，他最近我就是也有请我妈妈，那时候她在台湾的时候，就是帮我买这些东西，因为我美国真的是买不到，气死我！怎么找都找不到，而且网站都找不到。然后他们这次回去的时候，我妈妈已经帮我订好了，然后阿姨就帮我带回来，就是潘玮柏的演唱会的 DVD 喽。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可是嘉玲超喜欢潘玮柏的。So anyways， 他那时候就是在台北的小巨蛋开演唱会，然后当然我没有去，所以他出 DVD 的时候我就非常想要买，然后不知道什么我去那些什么布克兰的那些网站我都没办法订，所以我这次就是请我妈妈帮我订，他们就帮我订好了，然后再带回来，我等一定要看，因为我觉得超期待的。而且他的嘉宾都是我很喜欢的人，像有蔡依林啊，还有杨丞琳，还有那个罗志祥。So I'm so excited. Oh my goodness, 我等这个等了好久，我的妈呀！ But yeah, I'm so excited. 这个东西是超棒的。OK，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比较特别的影片。然后我很期待我试试这些新的产品，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没有试过，而且很多像我的心碎跟那个 Skin Food， 他们那两个品牌我都是没有用过的，所以我还蛮期待用看他们的产品。然后接下来我一定会也是再一次告诉你们说到底好不好用，因为我觉得好东西就是要分享的，不是吗？ But anyway， 希望你们喜欢，然后下次见咯，拜。